Top 15 动森最拉风的时刻。第15年，画面很乱。画面很乱，你在那边走。怎么乱？就几个人而已。不是，你是远程，我是近战，你懂逻辑吗？哎、欸，干主办单位要管一下，那个叫声小啊。啊，就几个人而已。我就那你们都是进来，你们看看，你到底是谁啊？第14名，地震。哦，地震很强，很强，很强，很强。桃园震很厉害。哦，干，哇操嘞，哇操！第13名，华农细珠。那死蛋。第12名，不要笑，1-10。他们是人，你礼貌说好。我们现在大家不要挤在这边、哦，那他们要不要走他们的事？我怎么控制他们？我请问你，他们是不是你的粉丝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让我骂，我跟你讲，你先讲。开直播，开直播，你们讲啊！你们有骂我跟你讲，你们有骂我跟你讲，你们刚才我骂，操你妈！你在干什么？第11名。陈情不见，节目还在。怎么了？又舔又舔又舔嘴唇，还没死就别叫了啦！闭嘴，闭出去！这个干嘛？哪天直接把你三杯掉，你知道吗？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就跟观众说，猫咪自己到外面流浪啊。第10名，我大游戏名言。你在我的实况，你把我做人气，你只是小丑。有就是靠 ，CEO 打电话，你懂吗？我现在挂你电话，我就挂你电话，怎么样？好啦，不要。哎呀，他的手可以穿过我的爸爸。干你老师奈德利嘞！再来呀！继续，又开了一场。第9名，那蓝色呢？我们全场的球迷朋友来帮中继兄弟加油一下，好吧？好，中继兄弟加油。加油！啊，加油！哎呦，下次再会，拜拜。那蓝色呢？第8名，神的走位。整个大脑已经无法思考了吗？哎呦，哇哦！Rainy Curtain! 哦 Miss 20滴，太神啦、啊、第11名，同神神刃当火锅。那么多我当火锅的影片，那么多人用，为什么都不去检举他们？第6名，运送桃园新竹。不是吧，你是故意在那边打嘴炮？我没打嘴炮。好，你从、哦、所以我现在在高雄吃麻油鸡，然后我要开车子，我开去高雄吃麻油鸡，然后开一整个晚上，你从桃园，你从开车子回，你从桃园新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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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5名，娱乐效果奖，这个娱乐。对啊，不一定是你啊。娱乐效果奖的得奖者是国栋的弟弟亚洲统神。亚洲统神，妈的，怎么贩毒来颁奖？你们知道他怎么做的？贩毒就要乖乖接受审判好吗？你来这边干嘛？丢脸丢死人了你！要不要脸了你？贩毒狗！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第4名。佛心公的事，佛心公的事。就你们这个白痴，老是设置在啊！台游戏他妈的，我要支持机设，我要买造型，我要支持机设。佛心公司，佛心公司。第3名，动神新说唱。你好，那怎么会想来参加这次的中国新说唱？对啊。哦，看你老师奈德利。嗯，了解。他妈的，你是啥？你们没杀人什么的，被他说。我觉得还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不行。哎、欸。
二十娃娃，二十娃娃。我觉得就是。第二名，动身宣传片。玩游戏是一种态度，如何玩出不一样的生活意义？干你老师！就在于同伴之间的互动。你他妈一下妈 A D D 能，一下他妈江狗 D 能，两个都他妈弱智，垃圾不会走中还走中。尊重。你他妈包容。他妈不白眼也不打的是怎样？友善。废物他妈的。拒绝谩骂与人身攻击。有点口德，干你屁事啊！与人建立良好关系。人都飞下来，你打的有个屁用啊！干你老师奈德利，废物！遇到这种低能儿哎、欸。哥是亚洲统神，锁定电玩报报，我们有话直说。干你老师，你他妈不爽扣音进来讲。第一名，理解哥哥神威哥。酷手给我给他来，完全哇！哎呦，起鸡皮了，起鸡皮了！